第十五届新竹市长青运动会在新竹市立田径场举行，有2000多名的阿公阿嬷身穿制服以及帽子，在场上跳大会舞，展现萤发族们的青春热血。我们也希望说，长辈在这个运动会里面，获得关心，然后知道市府呢，希望他们在社区里面过得更开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总共有86个队伍，2200位的长者。那最长的长者呢，有94岁哦，身体还很硬朗。那最年轻的当然就是66岁哦。那今天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的超级运动员，为我们的长青运动会增添很多的光彩。94岁的吴玉雪奶奶是这次参赛的最年长者，也荣获与市长一起点燃圣火的机会。吴奶奶指出，长寿的秘诀就是早睡早起，还有多做运动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在西安四点外五点的。还有吗？老岁无壮，佮无运动，袂使，诶，体力会失去。因为咱新竹市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哈，那我们这个这么幸福的城市，也因为我们的梯工辈啊非常非常的照顾。每每我们办理各项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啊，老天爷总是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一刻，让雨就停下来了哈。所以我是不是借大家掌声，我们谢谢一下老天爷好吗？照顾新竹市的萤发族，市长林智坚跟着爷爷奶奶一块体验推球比赛。比赛虽然简单，却是乐趣十足，让参与较劲的爷爷奶奶们都玩得十分开心。台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